的小故事，我的大新闻，欢迎收看 People 公民新闻报。政府为了开发或者是促进观光，常常将某些特定的风景区以外包 BOT 的方式委托给厂商经营，但是这样以商业思维作为优先的做法，常常和在地的观点或是生活习惯产生冲突。台湾东海岸美丽的风景是吸引观光的一大卖点，但是您知道吗？最近这几年来，东海岸漂亮的区域几乎都要被 BOT 交给财团去管理了。著名的台东三仙台海岸就在去年底完成签约，生活在当地的原住民部落等到签完约才知情，担心财团的开发会影响原住民靠海为生的生活方式。沿着东部海岸线开发 BOT 岸的密度之高，从最南端的山原至最北的七星潭，其中就包括了美丽湾、杜兰湾、小野柳、八仙洞、靖谷、石梯有气港、基崎等20多个 BOT 岸正蓄势待发。海岸线原住民面临的传统领域被剥夺的窘境，整个花东沦入了政府的开发风暴之中。位于台东县成功镇东北方的三仙台，是由离岸小岛和珊瑚礁海岸所构成，蕴藏丰富生态资源。在三仙台旁，名为比西里岸的隐秘部落，住着的是以海为生的阿美族族人。以前就是大家就很多年轻人就就去鱼塘大就是抓鱼，父母就去捡，但是绝对是会是很直接的，就会影响，就限制他们可以去的，他们去采集。我们平民的啊，买一张路，你那个土地都不够，那个一天来多一点。政府一边承诺将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，话说完没多久，却在地方不断将原民土地 BOT 给大企业，拥有美丽的愿景，做法却不敌开发思维。原住民基本法21条是原住民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认为应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桥梁，尊重部落的声音，并纳入考量。这则由东华大学公民记者拍摄的影片有将近20分钟，详尽探讨了东部海岸 BOT 与原住民部落生存间的相关问题，值得关心的朋友上网点阅。 People 公民新闻报，我们下次见。